你掉肩带，动作太大还乱窜，尺码选不对，内衣全白费。阿狸教你两招选准内衣尺码，胸型好看显身材。内衣尺码上的数字是下胸围，字母是罩杯。下胸围的数据等于吸气测量加呼气测量的平均值，上胸围的数据等于直立测量加弯腰45度测量加弯腰90度测量的平均值，上下胸围相减得出准确罩杯。不同胸型选择的杯型内衣也不一样，大胸美眉穿不对杯型会让胸部外扩下垂，怎么穿都不舒服。大胸别再发愁，快试试奶糖派内衣。根据不同需求和胸型出了54个尺码，49种杯型，一定有你适合的款。白天上托侧收，下包胸部，轻松舒适无压力。晚上睡觉穿月牙形设计的筑梦师，帮你美胸、收副乳、防外扩，24小时帮你美胸，大胸不再受罪，身材好看10倍。